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Catherine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恒信园三期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窝打老道山最主要就是分开文运道和文福道，而区内里面有一个名牌的屋苑，就是叫做恒信园，它分开三四和五六期的。今次我们就是介绍三期的一个单位，它的实用面积766尺，入门口的位置已经是做了个鞋柜，转个弯就到了单位的饭客厅，饭厅就可以摆到一张六人用的餐台，而客厅面积都相当阔落，可以放到大型的梳化和电视地柜。单位是属于一个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现在就从这个客厅的窗那里可以看到，主要都是望返窝打老道山一带的远流景。单位是属于三房的间隔，现在就先望一望主人房。主人房就有两边窗，可以做到通风对流的效果，而且是订造了一个大型的入场衣柜。第一间睡房做了入场衣柜之外，面积都相当阔落。另外一间客房的面积都不错，门后面还有一个入场衣柜。单位的储物室就在饭厅后面。单位是有一个洗手间，浴室门都在走廊那里的，现在就改了做企缸，预留了洗衣机的位置，储物的空间也都相当充足。厨房是正企理，预留了摆雪柜和煮食炉具的位置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